呢度路口正正得喎，左手边就见啦，哇，水浸啊，根本过唔到啊，哇，好大水喎、啊，边过啊？过唔到啊呢度，呼，等过啊！哇哇，呢个起码成七三啊！哦，行啊，哦，呢度有两条排紧水啊，防防声。上到呢度分叉路口，直去黄香罗峰排坑，转左，上到呢度宝马山啊，呢个咁多时马径，呼，第一个。小型瀑布，金督池马径，哇！听个声音啊，砰砰声啊，已经系。哇，好澎湃啊，哇你看，哇未见过咁大水，哇正啊，哇犀利啊，啲水真係簡直身同步吧，喂，哇喂未见过咁大水啊，哇犀利啊，就是分红过咁样，你凉亭，哇，正啊，好澎湃嘅水，哇，犀利啊，正啊，好，我哋上翻再睇下先。哇！啲水滿到，哇！喺滿到，睇下，平時都未見過滿嘅，翻嚟啦！呢度都滿啦，呢度都，都係啲水幾大一，哦，繼續，神雲現地，右轉。
哇！呢度啲水满咗，过唔到啊！哦，唔使过，想过都过唔到啊！哇，犀利啲水，大到！犀利喎啲水，哦，大到！哇，哦，咧美景，山洪爆发。走走走，哦，一沿路出翻嚟，头先我哋喺呢边入嚟嘅，喺呢边过嚟嘅，而家我哋两个行呢边过，上上面就唔停嗰度睇下。你俾路底望下先，繁云原地啫，冇乜嘢睇。好，出发啦！上山，我这有个神文亭啊。神文远地云云远地，冇人啊！走，哇！呢边有啲风，分叉路口，继续靠左。就去寶蓮徑，夠右繼續去翻去金督馳馬徑，好，金督馳馬徑，大風口左手邊，右手邊繼續去金督馳馬徑。呢度直落去柏架山道嘅，就系有 T 字牌啊！我就扣咗去北角，过翻头先个起步点。喂 ，T 字一只，佢度搵嘢食。
哇！成个对面扑下身见唔到啦，个几大鱼。小马山、黑架山都睇唔到，跟住行咗廿几分钟，嚟到呢个分岔路口，呢度又下呢个右左边，呢落去又去培侨中学、宝莲径，我靠左呢边就睇。正经德学校宝马山道，我而家上去观景台，睇下对面九龙半岛嗰边靓唔靓先。大石头。直去，好到咗观景台，哦，蒙蒙查查，蒙查查。金督池马径观景台啊，黄查查，哇！哎，九龙尖沙咀边好大鱼啊，哦，好，呢度落去啦。分岔路口啦，头先如果唔上呢个观景台，又可以由呢度出嚟嘅。呢度又系去嗰、那个啊金啊呢、這个圣贞德学校嘅。好，我哋有啲落嘅啦，就宝莲径。凉亭，哦，调休一阵先。休息完，继续行落去。
翻岔路口，我话你呃晒啊！呢边去翻左手边去翻呢个金钟前海径嘅，转右落去火莲径啊！两点几三点未够天都黑啊！你啊！哇！啲水冲到，即系之前好大雨呢度。直落宝莲径贝桥中学，我而家要转左啦，去宝马山花园。出关啦！呢、这个宝马山花园啦，下面呢个就是蔡西湖啦。呢个行落去就是宝马山，宝马山道啊。对面就是宝马山道啦，呢度就是宝马。山花园啦，宝马山花园嗱，对面咧就有一个巴士站，去27号北角85号小西湾，随便拣下，我就到呢度位置啦，搭车走啦，系，哦，今日到此为止啦，拜拜。